你今年是选举年，在永庆杯的路走活动，国民党嘉义县长的参选人洪仲金的太太王庄宗美也在面前行列。王庄宗美也强调，路走的目的是要赢回健康。登记永庆杯路走活动今年迈入第五届，是登记病院为了宣扬着已故的创办人王永庆健康理念来举办。你全国规律运动人口大约是31%，代表越来越侪人嘉义运动。对出这位洪仲金夫人，王庄宗美在致辞时也指出，路走应该是赢回健康，不是和别人来争夺的比赛。但是他更清楚，看病只是次要，健康才是最重要。我想这也就是为什么王永庆先生，我们希望用路跑健康的活动来纪念他。啊，几乎每一年吼，只要老公我同弟。啊，我一定拢会来参加啦，吼！啊，我相信讲这个健康路跑，吼，相信长庚医疗体系办的想最终的目的，应该是希望大家赢回自己的健康，而不是跟别人比赛。谢谢。我们身体、身心有了健康，所以在这边我们喊一下好不好？我爱长庚，我爱长庚。嘉义长庚病院院长也指出，运动除了能强健着身体，也能开朗着身心，并秉持着看病是次要，健康才是同重要。为此，才以路走活动来纪念着创办人王永庆先生，同时希望大家加运动，以促进着健康的身体。以上，中台新闻主持采访报道。